来，任大人，敬你一杯。殿下，殿下。 殿下，你看不见我了吗？来，任大人，敬你一杯。骆大人，分金离骨的手法行不用的如何了？任大人的手法果然好用，所以呢？ 我连夜上奏，希望与任大人在朝中结为同僚，不要被儿女情长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心里就只有儿女情长，看来是要辜负骆大人的一番好意了。再说太子选妃一事，毕竟是我提出来的，如果我事先退出的话，岂不是就给别人做了嫁衣了？对吧，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，你平时还说我如字饮茶呢。 怎么如今自己如牛饮水了？任大人，恭喜呀！哎呦，侯爷都来恭喜我了，实在是不敢当。任大人太谦虚了，试问座下各位，有多少人没有尝过你的手段？我看看啊，哎呦，就差侯爷您了，您可得谨慎点才是，别哪天您就领教到我了呢。 任大人屡屡立功，怎么也有本侯的功劳啊？侯爷说的正是，如今古琪善还有钟离文都成了我的垫脚石，说到这里啊，我就不得不跟侯爷对饮一杯了。还有一杯，就预祝您的女儿可以成就我的太子妃。 毕竟是在正殿之上，那又如何？反正都已经撕破脸皮了，倒不如就让他狗急跳墙，说不定还能有点收获呢。骆大人，来来。